iFit at TV 是由 Fitbox 元气管赞助播出。Welcome to iFit TV， 我是 Kaylen， 我是 Sports Girl Kimberly。 我们今天练一个全新的动作， Let's go。 Kimberly 呢個動作咧，而且確可以練到全身的肌肉，但要小心啲，尤其是手腕位咧，因為我哋用咗弧輪嚟做啊，千祈唔好扭親。OK， 慢慢揸住佢，係啦。OK， 揸住佢嘅時候，你伸直嘅人可以做掌上壓咁。OK， 收埋腳，用到腹肌啦。你企身 ，OK， 慢慢放翻落去。OK， 再收埋。我哋每一日喺屋企，只要花多啲心思，就可以达至同样嘅健身效果。如果你净系节食又唔做运动嘅话咧，你嘅肌肉、水分、脂肪全部都会流失，咁样咧就会减慢晒新陈代谢噶啦。以上系由 Sports Girl Kimberly 提提大家小 tips。